些企业大家的技术伙伴的方案以及共同的整合能力，加上政府的政策跟产业的落地，我们这一次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Touch Taiwan 做了这个智慧生活的展览。那这些零件总共有多少钱？王同学请作答。好，他答了8块钱，八就是对的啊，所以我们老师就可以马上给他给一个回答是对的。那下面第二题，多多用了下面多少钱买了一瓶牛奶？学生不管是什么载具或者是什么样的手机，只要扫描他的存档，马上就可以把老师的笔记带。